还蛮好看的哈。哦，半径有了，对，可以了。啊，老曹，你这个太空豆是透明的啊，有点啊。对。啊，这个是叫什么？乳胶的。乳胶。对，其实也是硅胶的一种。就是它的材质相对来说密度比较高一点。关于这太空豆啊，我之前也听到过那个钓友说起过啊。就是这个太空豆它很容易断主线，然后断就断在这个，就是这浮漂附近。对，这会不会跟这个太空豆有关系？经常钓的这个水深。一般就是说我们在做钓的时候啊，它主线断在哪里，你能够发现是不是太空豆的问题。就是说，如果说你在2米左右水深啊，经常做钓的话，你的浮漂就在这一段范围之内推动嘛。对。啊，那么你断线的时候呢，如果是断在这些位置它，那就很有可能是你太空豆的问题。太空豆的问题呢，它包括就是说太空豆的大小不适合，跟线径不适合，跟线径不适合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太空豆的材质。最关键呢，我觉得呢，它就是我们推太空豆的手法也是一个关键。关键这里我们细细的跟大家说一下啊。一个是大小。对。一个是我们选择，首先选择的话就是太空豆一定要适合你的线径。一般太空豆上面它都有标明你它适合多大的线。适合你的线径，就它包装上面好一点太空豆啊，对对对，都会说明，都会说明你不要用小的去套这个大的线。那这样的话它这个线套上去就非常紧。推动的时候呢它就很容易上线。就它是个摩擦。对，它是摩擦。这是第一个，就是选择太空豆的问题。当然如果太松了啊，就是太空豆太大线太小的话就不紧了。对，第二个呢就是材质。材质呢我们常见的呢有硅胶的，我这种呢它就是硅胶的一种。还有一种是黑色的，我们常见橡胶。对，它这个是橡胶的。橡胶的相对来说呢，它这个摩擦力啊比这个硅胶的要大。它就是很容易去伤线。很容易伤线。同样的线径大小的话，它伤线的比这种硅胶的要严重一点。那么硅胶的呢，它在阻挡这个铅坠也好，阻挡你的浮标也好啊。它在固定的这个位置的这个时候啊，它是固定的非常紧。它不动的时候是比较紧的。对，不动的时候它是非常紧。如果你要推动的时候，它这个地方你要给一点点力。它才能够把它推动。当你推动了之后，它过线的时候呢就非常顺。它过线的时候就非常顺。所以它在阻挡你的就是浮标的时候，包括你这个铅坠的时候，你就起杆的时候呢，就浮标不容易就是上下跑。包括你的铅坠也不会容易上下跑。它已经锁得很紧了但是你要去用它的时候呢，你只要轻轻的给一点力，然后推过去之后呢，它就变得非常顺滑。它就是起步你需要有一定的力。对。但起步了以后，动了起来以后，它就会比较顺滑，不上线。对对对。也就是说，它在保证一个顺滑的同时呢，能够给你这个浮漂，包括你这个铅坠，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。固定住。对，固定住。那橡胶的话，就是全程都很紧。对，它是橡胶，就是全程都是紧的了。它能够锁得很紧，但是你推动的时候呢，同样的很紧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推动这个铅皮座的推动这个太空豆啊，那么我们有一些手法要注意了。就是说有时候你推动比较长的距离啊，那么你可以在额头上面去刮一下。用线吗？对，用线在额头上刮一下，额头上有油。那么你推过去的时候呢，它就可以经过这个油就可以把这润滑一下，就是撸得比较顺。那么就是说我们一般情况下，我是不建议大家一拉一大段啊，不建议拉得这么长，因为你到了上面了，它就已经没有了，那个额头上的油也没有了，那它就是说这个就拉得比较紧了，就容易上线，一般就是一段一段的去拉，一小段一小段，对，一小段一小 小段去拉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在推动这个标座附近的太空豆啊，大家一定要注意了，不要两个一起推，很多钓友他是图方便，反正我推动的时候我就两个一起了。对，是吧？它两个一起，就漂到上面两个，下面两个太空豆。对，它两个怼在一起，然后这样推的话，它就更容易上线了。我们要一个一个推，一个一个去推动，这样的话也可以去避免它这个太空豆上线。第三个呢，就是我们在推动的时候呢，也可以在这个线主线呢放在水里面。这个是。我有这个习惯，就是如果我刚到河边啊，准备下水的时候，对，我先得把线泡在水里泡一会儿，对对对对，湿润一下哈。对，先用这个线打湿之后，然后再来推动这个太空豆，那这样的推动的时候，它就会好一点了，顺滑一点啊，顺滑一点。还有一个经验就是，如果说像你刚刚说的那个
太空豆啊，啊从下往上直接撸个一米眼，这样子啊，嗯嗯，很容易这手就会被烫到，对，连手都会被烫到。对对对，这种温度，这种温度对线来说应该是非常致命的哈。对对对，因为它本身是尼龙的嘛，这个线，嗯，啊，所以我们在推动的时候，你都能感觉到有温度，嗯，在发热，那这个线肯定是会比较容易伤的，嗯。大家有什么问题和好的钓机钓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想跟我深入交流的朋友呢，可以添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，公众号搜索户外老曹。